老三头，老三头，跑哪儿去了呢？老三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快起起起起起起，快起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醒醒！大白天的，你说你就在家睡觉，你出去溜达溜达，卖卖单，下下象棋，打打篮球啥的啊？这家可有空就打呼噜，你说你？打球有打呼噜有意思吗？这个打呼噜，同时都伴随着做梦，那梦里，一会儿喜剧，一会儿悲剧，悲喜交加的。拉倒吧，你说话悬不悬呢？那悬啥呀？咋还一会儿喜剧，一会儿悲剧的呢？刚才我做梦娶媳妇儿了，是喜剧不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做梦娶媳妇儿那是好事啊。那当然。不是，那咋还有悲剧呢？一掀盖头，咋的？娶的媳妇儿还是你。哎呦！先跟你开玩笑，说说笑笑，生活不单调。咋的？跟我过够了？啊，嫌我生活单调了？哎，你嫌我生活单调，我给你介绍个人啊，咱家楼上，就那个、哎、大美人啊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那一天丰富多彩。那个大美人，你说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啊、就更年期那时候。现在人家可好了，我前两天看见他了。是啊，老淑女了、啊、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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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嫂子你咋在家呢、啊、那个没耽误你啥事儿吧？哎呀妈，这还淑女呢，你瞅那动作给我吓得浑身酥酥。不是那个我问那个事啊，那个就你俩在家吗？啊啊啊，没有来啥奇形怪状的东西？不是你吗？除了我以外没有没有啊。哎呀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老范大哥，你说我这啥命啊，我这脚都起泡了。嫂子你家创可贴没？啊、哎、我给你拿啊。我啥命？我就是红颜薄命，从小因为我长得好看，男的见了我就喜欢我，见了我就喜欢我，可是就没人愿意娶我呢。老范大哥，有人愿不愿意娶你那得看缘分。对，缘分来了是吗？有人追我。真的啊？追我、啊、今天早上小区追了十几圈呢，我这脚都磨起泡了啊。老范大哥，你家你时候追女孩是不是也这样啊？可追起泡算啥呀，鞋都追丢了。老范大哥，你年轻的时候这么为爱痴狂呢？狂啥狂啊，回家叫他爸给你打屁了。用啥呀？用啥？自个儿鞋跑丢了。关键是吧嫂子啊，我跟你说哈，他追的我闹心呢。哎呀我跟你说妹子，现在有人追你你闹心，等将来没人追你你还照样闹心。哎呀如果那一天没有人追我，我该是多么的轻松，那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。你说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，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干啥啊？这也多愁善感的。这老天爷太不像话，等我看见他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、嗯、让你长这么好看这么遭罪干啥呀？就是下辈子让你长得跟我老伴一样。啥、啊、我年轻时候长磕着呢。不是你这大伙说说长得好看你能嫁我吗？来一个。不是不是那嫂子，关键是吧他追我我倒挺高兴的啊，关键是我在前面一走，我只要一个男的说话他就发疯，然后就比划也听不清说的啥。我琢磨这男的是不是有点病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人这脾气小，心眼儿，心眼太小，心眼儿小啊，个儿老高了啊，那么高。哎哎哎哎，你说这个男人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？就他呀。我见过他。你这里边爬，你啥时候见过呀？上俺家来卖过碗吗？对了老范大哥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还夸你来的呢。咋夸的？说你体型好啊。他体型还好、啊，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，我看是个饲养员。那是不是饲养员啊？快听说怎么事？什么事？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在这儿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
什么这个呢？不是，我们就这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随嘴一说，但说挺准啊。放过马，老放过马呀，省不了他吧？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这咔弄完以后，那个马就在草上，他见我这头。这说了半天，不还是饲养员吗？我说这位弟弟啊。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啊、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我的妈呀，咋遭这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。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，都还我了。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呢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上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比你那还大呢，你俩啥绝配？行，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，行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哎，老王，哎，你干啥你？我是老范。对对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你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。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，这就跟哪吒。谢谢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老王啊！哎妈，这是咋的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老王完了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，我去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咋办呢？你说这呀？哎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！我叫你欠嘴！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？老伴儿没事儿。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哥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啊！他是小羊羔，嗯，我看他像。坐山雕。哎呦，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那个有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儿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啊？就是啊，啊，我锻炼身体呀。判爷判恁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去，你得别装了，你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没。此时此刻，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呀，老范。你这个朋友没白交啊，太不意思了。你看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哈，我都纳闷儿。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，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干钓鱼的？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着个叛徒，我是不是你，老范？
我能办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老黄没在老范家，我跟你说了。哎，从来没在。我看你怎么这样？哎妈呀，没在。你看看，来回来。你不是来来了又来了，别怕别怕，我不怕我。我跟你说，一般的人我不在乎，就这个人儿，说连说带比，我像个搅拌机似的，不行，我扛不了。不是不是，这里装不下你，我撞哪？我撞哪？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来来，你起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蹲下，你蹲下，你蹲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快快，这有个沙发凳，对。你站住！你站住！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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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！承认了，拦着我！站站站！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在河边见没见着老王啊？见着了，见着跟说话，这嗖嗖的撩来了，叫这脸的，脸的，我看他奔这儿就来了。啊，没在这儿，撩哪儿去了？什么也没在这儿，刚才脑正亮，奔亮来到这儿。没在这儿，哎哎，没在这儿，不信你随便搜。对，你是搁俺家搜，随便搜。搜啥呀？你刚才进屋还没有呢，这多了沙发，那骗谁呢？这是。真是，这沙发原来就在这儿。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儿啊？你家的沙发那腿抖得跟我整的马似的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这他妈，这嗓子我坐着，我坐着，我坐着。没，什么？什么？你放开他！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，我行，好着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，我松下手，松下手，松下手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还说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，我呀！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啊！你怎么能听不懂呢？你他和我说，一般一般一般，还老有一般一般，你懂吗？人家不还有手势呢吗？他就是啊，是吧？有手势吗？对呀。我想起来了。咱俩想当年追老米的时候，你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。对，就这个。他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，他。那是啥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当年和我比划这个手势啊，就说我要再追你啊，他三天打我一次，就他说的。你还有这能耐呢？你叫大伙说说。我能那么野蛮吗？还三天打他一次？那你啥意思？一天打他三次。哎呦！行了行行行，你松手。我说这弟弟，我得说你两句。这男人呐，就得大度，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的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，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，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化验他是不是纯爷们儿？还没对，说的对。你说说你，你要追我，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你，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，啊，过来，叫你，啊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兄弟，我这边，兄弟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咱俩邻居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妈呀，你得吓死人了，你！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这让不让说话呀？说呀！不是这意思，我咋？我这不是卖碗吗？我他这门口看着了，我跟我这这样家，我就这么我这合计说这完事，这不俩人这不方便吗？往里找，我大伙一块儿就咔咔的这样完事就。对吧？你说我说的，你咋听不明白呢？哎，这大兄弟，我好像听明白点儿。嗯，那个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啊。然后呢，你想和她单独沟通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组织一桌麻将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三缺一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我的妈呀！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沟通沟通。对，打麻将去，打麻将，走，打麻将，麻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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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嘴咋那么笨呢？
真耽误事儿，打麻将。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我都听懂了，打麻我张罗的局，你们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什么，我来伺候局啊。